我们现在开始讲课听课的时候，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一定要成佛总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如果有这个心就一定会成佛的那成了佛以后呢，才有能力去度化无量的众生所以我们每次听课之前要发菩提心然后就听今天的这个课今天的课呢，我们就接着这个上一次的课继续讲那上一次呢，我们就在讲这个色声底当中的这个苦底那苦底当中就是包含了这个思想思想就是苦无常无常苦然后就是空无我就是这个四个这四个就是这个苦底的思想思想就是苦底的四个特点苦底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这四个特点那其中我们上次这个无常和这个痛苦都已经讲了然后接下来呢，佛在这个佛经里面讲因为是无常所以就是痛苦就有这么一句话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因为是无常所以就是痛苦那这个是不是所有的无常都是痛苦呢也不是也不是所有的无常都是痛苦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有漏的这个无常都是痛苦确切的说确切的说所有的有漏的有漏当中的这个所有的有漏的无常都是因为是无常所以就是痛苦可以这么说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四生底当中到底也是无常到底也是无常但是呢不会说到底是痛苦所以在某种层次上这个只能说也这个有漏的无常都是痛苦那有漏的无常为什么是痛苦呢无常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大家都很清楚的什么是无常变化就是靠不住一个这样子的那因为我们身边的很多东西都在变化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身体还有就是人的这种思维都在变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善从恶到善然后呢有就是因为环境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有从善有到恶这样子经常都在变化因为这个是变化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将来是什么样子所以人都是很焦虑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以后是什么样子所以很焦虑大家很多人都是很痛苦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无常所以就是这样子因为是无常比如说一个家庭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和睦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但是呢因为这个无常就这个家庭的成员如果有两个人的话两个人三个人的话三个人这每个人的思维每个人的心态
都有变化。那变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变化呢，怎么样变呢？就是要随着这个外界的因缘而变化。那这比如说有家庭，一个家庭有两个人那两个人的这个思维，两个人的这个思维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审美观这些都是因为就他们经常接触到的这些环境这些东西对他们的这个变化呀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呢随着每个人的环境而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不一定走到一起不一定走到一起，如果不能走到一起的话，那就是这个变化这个发展的方向就开始不一样了那开始不一样了以后呢这个家庭的成员的人的观点不一样了，价值观也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然后就慢慢的开始产生这个矛盾最后就是家庭的破裂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变化因为有无常。如果这个没有无常的话，一直都是最开始的时候一直都是最开始时候那样子的话，那就是不会有后面的这些痛苦但是因为是无常，所以就是变了还有就是人的身体人的这个精神都是一样的有一个很健康的这个身体慢慢的衰老或者是在这个还没有衰老之前生病那为什么这样子变化呢？这也是因为无常因为是无常，所以突然间一检查就检查出了癌症晚期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是因为是变化。如果没有这些变化的话，那就是不可能以前是健康的，那以后也会是健康的。但是因为是变化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痛苦，有这样子的这个衰老生病呢这些痛苦都会有的。所以我们的这些变化这个外界的这个自身或者是外界环境的变化给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空心佛经里面也讲了，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还没有证悟这个大乘佛教的菩萨的义谛之前那我们的修心虽然是有一点点进步就是有一些变化但是呢这都是靠不住的如果环境就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的话，那就是它随着这个环境一定会变的。所以就平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一直都就跟着一个人格比较好的心地善良的人的话，那这个人他也就慢慢会变成这个心地善良或者是平时我们经常接触的人或者是跟一个脾气很暴躁的或者是这个人品很恶劣，这个很低层的这种人在一起的话，那就是这个人也就是随着慢慢的就变坏那这都是因为无常，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以后要变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有必要创造不断的创造往好的方面这个变化的这些因素这个要自己去创造这些因素如果不创造因素不积极不努力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因缘呢
它不可能啊，不可能所有的因缘都是，所有的这些变化的因缘都是往好的方向变化的因缘，这个是不可能的。这里面呢，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努力的话，这些因缘呢，有些是让我们往好的方向变啊，有些因素呢让我们往坏的方向变，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因素啊，就像现代这样子的社会当中啊，就绝大多数的这个因素啊，都是往坏的方向啊变化的因素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啊，都有可能变坏啊。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啊，虽然是学佛了啊，受这个皈依戒、皈依佛门了，嗯，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没有修行呢。啊，修行的力度也不够，平时也不学习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实际上，嗯，没有得到啊任何这个这个改善啊，脾气啊一样的这个暴躁啊，自私还是一样的这个非常的自私啊，有些时候呢。还跟不上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啊，或者是跟没有学佛的人就根本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嗯，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去创造啊往好的方向变化的这些因素，嗯，我们就是在一个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就在变化啊，周围的一切也在变，我们也在变，嗯，但这些变化呢，相互都是有影响的啊。我们也会让一些东西跟着我们变啊。那身边的这些人也好，物质也好，他们呢也让我们啊跟着他们变啊。这个所有的物质都是这样子，相互之间彼此。嗯，之间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去创造，努力的去创造啊，往好的方向变的这些因素啊，如果自己不创造的话，那就会这样子变啊，那这种变化叫做痛苦啊，因为是痛苦啊，因为是变化，所以就是痛苦啊，我们的身体也就是这样子，从健康啊到亚健康，从亚健康最后就是这个啊生病啊，这身体也就变啊，然后就是衰老，然后就是死亡啊，这一切都是这个变化啊，因为是变化，所以就是这个啊痛苦啊，然后环境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的环境也就是在变啊，变得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啊，就是变得越来越糟糕啊，变得越来越糟糕，那这个也就是痛苦啊，然后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关系啊，也就是在变化啊，从以前到现在，然后从现在到以后也在变化，这个变化也并不乐观啊，也就是越变啊越坏啊，并不是越变越好，所以这个变化，因为有了变化，所以我们啊就会痛苦的啊，这个是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我们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要知道啊，如果不自己不去努力的话啊，这些让我们变化产生变化的这些因素呢，绝大多数的因素都是往坏的方向变的因素啊，所以变化就是痛苦啊，如果这个变化的让我们产生变化的这些因素啊，绝大多数都是让我们往好的方向变的因素的话，那就变化不是痛苦啊，变化就是幸福啊。为什么呢？越变化啊，越有变化就过得越幸福。嗯，但是不是呀？啊，比如说我们的身体越变啊，就是越生病啊，越不健康啊，越衰老啊，这样子。嗯，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有漏法啊，在有漏法当中啊。啊，这个变化，有漏法当中的变化是越变越坏的。嗯，无漏的这个变化，就像这个菩萨啊，这个从一地到二地，从见道到修道，从修道
到这个无穴道，这种变化呢也是一种变化，但是呢这个变化是往好的方向，一直都在往好的方向变，这个是无漏的变化啊，无漏的变化，那有漏的变化是痛苦的啊，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这个变化呢，我们没有办法啊控制，一定会变化的啊，直到成佛的那一天啊，我们以后要讲的这个啊灭定啊实现的时候，完全实现的时候呢，才没有变化了，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变化啊就结束了啊，在这个之前呢都有变化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漏的变化，然后去这个证悟以后呢有无漏的变化，都在变化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就苦底当中的这个变化呢啊，绝大多数的变化是痛苦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积极的去创造啊这个往好方向的这个往好的方向变化的因素啊，那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因素很多啊，因素很多，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以前呢很多人觉得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心腹啊，就是来自于绝大多数的人觉得这个来自于物质啊，来自于这个物质的享受，那么大家都拼命的去这个追求物质的享受啊，那么现在呢啊，绝大多数的人知道这个是错了啊，原来不是这样子啊，那么不是这样子，那是什么呢？到底有没有一个啊因素是让我们往好的方向，往幸福的方向发展呢？啊，这个是有啊，主要是内在的啊修正，有些观念啊，这些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啊没有说不需要这个外在的这些条件啊，这个是需要的。但是呢，主要是内在的啊。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啊很痛苦啊，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缺少啊物质生活啊，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啊那是什么呢？虽然是有很这个有丰富的这个物质生活，但是精神空虚，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啊，活着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活着啊？就是这一点呢啊，这一个问题啊，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啊，这个让人很产生很大的痛苦的因素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是空虚啊，精神空虚，活下来了以后呢，没有人生的目标啊，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目标，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要为什么活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了，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呢，我们把钱啊作为我们的生存的目标啊，去挣钱啊，就是去挣钱啊，为了挣钱而活啊，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挣钱啊，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挣钱啊，挣完了以后呢，然后又去挣做更多的钱啊，就是为了钱，但是呢钱挣到了以后呢啊，真正的靠近啊，跟金钱是零距离，变成零距离的时候呢，真正的了解到了金钱的本质以及它的作用的时候呢，然后开始啊对金钱呢不感兴趣，这个时候呢金钱啊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啊，那这个时候呢金钱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那么其他的啊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这时候呢啊很多人都很空虚很痛苦的，根本就不知道要为什么活，这个是非常大的这个痛苦啊很多人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痛苦呀，然后就去自杀啊，还没有自杀的人当中啊，也有很多人都在说啊，曾经啊自己想去自杀啊，为什么呢？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要活，所以就不想活了啊，要去这个自杀啊，有这样子的情况啊，还有一个啊，我们现在
每个人的生活压力很大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啊生活的节奏非常非常的快啊。为什么要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对我们对这个物质生活的要求很高啊，因为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高，所以生活节奏不能不快了啊，不能不快。如果不快就跟不上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最后啊，就是我们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啊。有了这样子的欲望以后呢，我们对这个物质的啊这个要求很高。为什么那么高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啊。然后这个欲望啊，这欲望我们不控制，然后跟着这个欲望走啊，让这个欲望牵着我们鼻子走的话，那就是生活节奏不能不快了啊。然后生活节奏越快，然后就这个压力就越大了，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是自然的规律，压力越大啊。然后这么大的压力，高度的压力下，那、啊、人会不会这个幸福呢？然后绝不可能幸福的，绝不可能啊。所以我们的欲望本来是希望自己啊这个快乐的。那我们的欲望为什么对物质生活的这个要求高呢？我们认为这样子我会幸福的啊。不但是没有幸福，反而啊，这种欲望啊，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啊，然后就更多的压力，然后就是更多的这个痛苦啊。这是我们不会追求这个幸福，我们不知道这个怎样去追求幸福啊，我们不知道怎样追求幸福才能够得到幸福啊，所以我们的这种方法错了。每个人都是活得这么辛苦，有钱的时候也啊不快乐啊，没有钱的时候呢更不快乐啊。那这样子这么一个短暂的人生当中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快乐？什么时候幸福呢？啊，这个就是如果自己这样子这个啊就不放下这个欲望的话，那就是没有一个幸福的一天了啊。就是像就像现在啊，连小孩的压力都啊这么大啊，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啊，然后呢父母呢因为就只有一个儿女，然后希望他啊成长，然后让他学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就是给他施加很多的这个学习的压力啊，然后呢就这个学校里面的压力都很大啊，然后从学校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考试啊，然后学校里面出来了以后呢，找工作啊，然后就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啊，找到工作以后呢，然后就是又是车子房子，然后又是儿女，这样子一个短暂的这个人生呢，就这样子过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在这个当中啊，幸福是什么啊，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就不知道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建立一个准确的这个世界观啊，准确的人生观啊，准确的这个生存的目标啊，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这个准确的这个观点呢，取决于我们以后的幸福不幸福，甚至是能不能解脱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就是一个这么短暂的人生，因为在变化啊，所以就是痛苦的啊，这个短暂的这个是痛苦的啊。那这么一个痛苦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怎么样啊解脱，这个需要有处理性啊。希望我们深入的去思考这些问题啊。不要看这些表面的这个繁华啊，要去深入的去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些压力啊，不愉快啊这些啊，然后才能够建立一个准确的这个人生观啊，然后才能够升起这个处理心啊。处理心是我们这个轮回啊和这个解脱啊之间，以用处理心
来这个啊这个划这个划分啊，以出离心来这个划清这个界限啊，划分这个界限，由出离心从此以后就是解脱啊。现在还不是完全解脱，但是已经走上解脱道。没有出离心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轮回啊。那轮回当中有没有心腹呢？啊，那我们现在物质是空前发展的时候，但是呢，内心是这么空前的啊，失落啊，就是不愉快、痛苦啊，这样子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啊，已经知道了啊，就是现实生活。让我们印证了啊，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轮回是痛苦，这个是准确的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再没有必要去啊其他的这个逻辑啊，其他的这个哲学来说明这个现实生活已经像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已经很清楚的啊体会到了佛说的才是准确的，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追求，那就是跟这多数人一样啊，很悲观啊，很消极，最后就走极端的路啊，这样子。嗯，那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建立这个必须要升起这个出离心。那我们要往解脱的方向走啊。这个生活当中呢，啊，没有什么幸福了啊，它本身就是这样子，有一点点幸福呢。也是很短暂的啊，也是很短暂的，也是很相对的啊，没有什么啊，没什么也没关系。但是我们有其他的选择啊，我们有其他的追求啊，有更高的追求啊，有更高的追求。我们在这样子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社会当中生存啊，我们有更好的、更高的这个生存的价值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去追求，就是去追求这个。啊，解脱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出离心啊，要升起，要这个升起出离心，那、啊、这就非常的重要。这以上呢，我们就讲了啊，这个这个苦敌的这个思想当中的无常和痛苦啊，最后讲的是因为无常啊，所以是痛苦。今天讲的。是这个，嗯，然后呢，我们就讲这个无常的啊，第三项啊，第三项是什么呢？第三项就是啊，空啊，空就是第三项啊，空相，嗯，第三项的这个空呢，嗯，就是平时我们讲的这个中观里面讲的空心啊，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空，嗯。然后空和无我啊，这个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嗯，空和无我啊，都在讲空心啊，两个都在讲空心。嗯，但是呢，空跟这个无我的差别就是说，空呢啊，首先是啊，在这个我们的精神啊，还有肉体啊，还有他们的这个运动，嗯。在这个精神和这个肉体的运动，包括他们的运动，在这三个的这个基础上啊，去寻找啊，去寻找，寻找什么呢？啊，有没有这个这个我们平时啊认为常住不灭的啊常见的这个对境，就是啊常住不灭的啊东西啊，有没有去观察？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我知的对境我啊，这个存不存在？去观察啊。然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平时啊，认为是很完美的啊，美妙的啊，美丽的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清净的啊，就是我们很向往的、很羡慕的这些东西啊，在这个上面呢，存不存在？哦，去观察，嗯，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在我们的无蕴啊，是二除是八结啊，就是用我们这个佛教的语言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些。那这些上面啊，没有常住不灭的东西，也没有这个自我啊，也没有这个美丽清净。这些都不存在啊，那什么是存在的呢？啊，就是
这个十二除十八节五云才是存在的啊，其他的东西呢是不存在的啊，这个叫做空，嗯，这叫做空啊。比如说这个碗是空的啊，碗是存在的，但是呢这碗里面没有饭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空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这个空与不空的东西啊，分清楚啊。无蕴是存在的啊，肉体和精神是存在的啊。那在这个肉体和存在上面呢，我是不存在的啊。然后呢，常住不灭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清净的美丽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啊。这种啊，这个空啊，叫做这个空，这就是空。嗯，然后呢，无我是什么呢？啊，然后进一步的去观察啊，无我实际上也在讲一个空心啊，但是呢，不一样的地方啊，刚才讲了啊，这个刚才说的是我们的肉体和精神上去寻找有没有我，没有了啊，不存在啊。那么肉体和精神，那伤啊不存在我，那么肉体和精神的本质是不是我啊？它的本体是不是我？或者是换句话说啊，我自我啊，自我，我们的我知的这个对境自我啊，它是不是这个这个无云啊，十二处的本质呢？啊，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是不是一体呢？嗯，那就是。这个啊，这个思维的啊，这个空心，这个时候这样子去观察的时候，最后我们也发现啊，他们也不是啊自我的本质啊，那这叫做无我，那、啊、无我啊，这就是空和无我啊。那我们首先啊讲空啊，空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啊。然后呢，苏大吉堪布、一西彭措堪布他们也讲了很多很多的中观啊，就像中观这个根本回轮啊、如中轮，还有就是这个中观四白论啊，这三个呢，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中观的论点当中啊，最根本的啊、最重要的这个三个论点，这个很多人都已经学了啊。都学了啊。那中观所有的中观的内容呢，在这个三个论点当中啊，已经都包含了，嗯，包含了啊，很多人都学了，嗯。但是我们今天呢，也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首先啊，讲一下这个空，嗯。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空呢，要分大乘啊和小乘的这个空啊，这个上次也讲了四谛。大乘里面呢也在讲啊，小乘佛教里面呢也在讲这个小乘佛教的四谛，那、都有。那我们先讲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四谛啊，小乘佛教的四谛，小乘佛教的这个空啊。那小乘佛教的空，首先啊，观察这个外面的物质啊，外面的物质。我们平时都非常的执着的啊，我们平时都很执着，除了我们本人以外，然后就是最执着的啊，就是外在的这些东西啊，身边的这些东西啊，是最执着的。嗯，首先是我们有了对我自己的执着，这个叫做我执啊，然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产生了一个就。对外界的执着啊，我的车，我的房子，我的怎么怎么样，那、就是这种东西叫做我所执，我所拥有的这些对这些物质的执着，我所执，嗯，这两个执着是所有的这个烦恼啊，所有烦恼的基础，所有的不愉快啊。的这个烦恼，所有的这个毁灭性的情绪啊，还有这个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啊，这个所有不好的情绪都就产生于这两个执着啊。毁灭性的情绪，比如说嗔恨心啊，严重的嗔恨心，这样子叫做毁灭性的这个情绪啊。负面的情绪就是
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呢是不是正面的啊，就我们的就像我们很多的虚荣心一样啊，虚荣心，这样这种叫做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啊，那这所有的这个毁灭的情绪、负面的情绪，这都是不好的情绪啊，这所有的情绪就是来自于啊，来自于这两个执着。如果这两个执着啊，有一天我们从根本上能够解决这两个执着的话，那就是所有的这些情绪啊，负面的情绪也就会瓦解的啊，这个是肯定的啊。这些情绪都是它没有源头啊，没有源头啊，没有源头，它没有办法产生。所以首先啊，要去这个要去推翻这两个执着啊。那这两个执着怎么样推翻呢？修出离心可不可以推翻？也不可以啊。修慈悲心能不能推翻？这个也不能推翻啊。修不净观能不能推翻？也不行啊。那修禅定、数呼吸啊，这样子可不可以这个推翻？也不可以的。那么唯一的，我们要去寻找啊，寻找一个跟这两个执着完全对立的这个智慧啊，要去寻找一个对立的、相互矛盾的一个这个啊智慧，然后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智慧以后呢，以这个智慧啊去推翻啊这两个执着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离心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种做法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去寻找这个智慧啊，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啊，这个智慧就是无我的智慧啊，因为我执他认为是我是存在的啊，我执就是执着我是存在的，那跟他对立的啊东西呢，就是无我、有我和无我啊，这个就是对立的，那我们就是要去这个去寻找啊这种啊这个智慧啊，这种无我的智慧，有了这种智慧以后呢，然后才能够这个断除这些执着啊，还有这些啊这个烦恼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首先我们讲这个外在的这个啊，这个外在的这个无执，是怎么样不存在呢？啊，那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今天啊，肉眼看到的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幻觉啊，完全是一种幻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周边的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啊，房子呀、车子呀，这东西说啊是幻觉。这个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没有人能够理解的，但是呢，我们去进一步的去思维啊，进一步的去观察的话，就没有人能够没有人不接受啊，最后就是没有人不接受啊。如果是不接受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啊，根本就是不懂得思维的一个人啊，或者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不讲理的啊，肯定是一个这种人啊，否则的话就是没有人不理解。但是开始的时候呢，也没有人理解啊，没有人理解这么一个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或者是从小到大，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些都是存在的啊，从我们的感官的这个五种感官的角度来说啊，这都是啊。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啊，那突然间说这些都是幻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啊。但是这个的确是幻觉，这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真实的东西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佛经里面讲，眼耳鼻舌身都不是啊，都不是这个准确的。啊，都不可靠啊，都不可靠。然后呢，意啊，就是第六意识啊，也不可靠
啊，也不准确。那这里面呢，没有一个可靠的东西啊，眼耳鼻舌身啊，不是良啊，就是用佛用这个佛经的语言来讲，眼也不是良，耳也不是良啊。良是什么意思呢？量就是啊，用这个东西去衡量外面的啊这个东西，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的这个计量单位啊，很多的这个计量国际上的这个计量单位啊，这都叫做量啊，这量用佛教的语言讲，这叫量，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可以计量的东西，是一个准确的啊，一个准确的东西，嗯。但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里面呢，没有一个是准确的啊啊，都是他们看到的都是幻觉啊，他们看到的都是幻觉。这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所看到的这些里面呢，啊，就是根本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都是幻觉啊。那这个我们过去也讲过了啊，比如说我们看啊一个前面的佛像啊，这个铜像啊。我们看它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完全是这个这个不运动的，嗯，就是一个静止的这样子的这个佛像，嗯，但是呢，用显微镜看，嗯，它是这个佛像的里里外外，就根本就没有一个静止的佛像，根本就没有一个静止的佛像啊，都是在运动啊。第一次发现这个人叫做布朗，现在叫做布朗运动啊，很多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啊。那它实际上是一个运动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不运动的啊，静止的，这是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两个东西的结论现在就是截然不一样了啊，截然不同了。显微镜的结论完全是另外一个结论啊，那我们的肉眼的结论呢，又是完全是另外一个啊东西。那么这两个当中啊，到底啊哪一个是准确的呢？那我们只能说显微镜的啊这个结论是准确的，我们的肉眼看到的是不准确的。嗯，那我们的肉眼看到的是不准确，那我们肉眼看到的应该叫什么呢？啊，那就只能叫做幻觉。啊，只能叫幻觉。为什么叫幻觉呢？因为这个客观上啊，没有一个静止的佛像啊，客观上没有一个静止的佛像。嗯，但是我肉眼看到的是一个静止的佛像啊，静止的佛像。嗯，那么客观上根本不存在，永远都不存在一个静止的佛像。那我在我的这个啊这个。我眼睛所看到的这种静止的呢，怎样产生的呢？嗯，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一个高速的运动啊所产生的幻觉。我们可以这么说，今天我们身边的一切这个幻觉都是这个物质的高速运动导致的一个幻觉啊，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都是跟时间啊有过，都是跟这个速度有关系啊。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因为这些物质高速运动所产生的啊一种幻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物质的真相啊，从来没有看到过物质的真相，我们看到的都是啊幻觉，嗯，都是幻觉，嗯。刚才我们讲的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嗯，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推翻这个推理的方法。为什么呢？啊，显微镜看到是运动的，这个没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啊。那我们看到的是静止的，这个没有人说我们的肉眼都可以看到这个运动啊，这两个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只能选择啊一个啊，不可能这个物质的本质上，客观的本质上，它既是静止的，又是运动的，这不可能这样子啊，不存在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这两个是矛盾啊，一个矛盾的东西，它不可能同时啊两边都是，嗯，这。
这个不可能了，就只有啊其中一个是真实的，另外都是不对的。嗯，那其中这跟我们刚刚讲了啊，这个我们肉眼看到的呢就是啊不对的。嗯，我们肉眼看到的是这个蛇啊，它不是它的本质啊，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幻觉了啊。那这个是幻觉，那这个幻觉的话，那我们平时我们的眼睛呢所看的看见的啊，这个无知啊，那就是都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种层面的这个无知啊，都是这种层面的无知，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实际上就是不存在的东西了，就是我们自己的幻觉。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幻觉啊，然后呢，还有啊，再进一步观察的话，那一切是什么？怎么样认为呢？啊，一切啊，就这个科学家也说啊，这个是这个物质啊是运动的，但是呢，这运动的方法呢啊，比如说分子啊，然后就是原子。然后就是原子核啊，原子核的周围就是电子在这个运动啊，然后原子核，然后再可以分中子、质子之类的基本的粒子，全部加起来都有300多个这个基本的粒子啊。然后以前的想法是什么呢？啊，这个我们的现在这些啊初大的这些物质呢，就是因为这些粒子啊。构成的啊，分解了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些粒子啊，然后呢，这些粒子组合起来了以后呢，就变成了我们的物质世界啊，物质世界。但是这些很多啊粒子呢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它是一个点状的一个粒子啊，它是一个固体啊，以前是这样子了，然后呢后来又不是了啊，就是自从1968年以后呢，有一个叫做弦论超弦理论啊，弦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小提琴啊上的这个琴弦一样啊，那现在的这种观点呢更进一步的接近了这个佛教的观点了。那原来这个比如说啊电子呀、质子呀、中子呀这些，以前就是认为是一个粒子啊，那现在呢连这个都不否定了啊，这些东西呢根本就不是粒子了啊，那这些东西都不是粒子，那是什么呢啊，它实际上它也是啊，因为这个时候的显微镜的威力啊不足以啊看见它们的结构啊，看不到的，那现在就知道了，这些都是一种弦啊，这个就是像这个琴弦一样的一种弦的振动啊，这个弦振动的时候呢，它的不同的状态就变成了啊不同的这些粒子，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弦的一种振动的状态，根本就不是一个固体的粒子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固体的粒子了啊。那现在呢不但是没有这个物质生活，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生活不但是不存在啊，连啊这个像电子啊电子和中子、质子这样子的东西都不存在了，连这些都是假的了啊，这些都是假的，那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啊什么东西是存在的呢？就没有一个东西存在，最后就是说这个弦啊才是这个存在的，除了这个以外都不存在啊。目前就是这样的，这个他们认为，科学家认为这个有可能，这个是终极的理论啊。目前有两种说法，那这个弦它自身是什么呢啊，弦它自己是什么东西呢，有两种说法啊，科学家到现在也没有拿到一个非常确切的这个观点呢，他们说两种可能啊。第一啊，那弦有可能是对最早期对原子的这种观念，就是说有可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最小最小最小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单位，基本的单位啊，这是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呢，弦有可能是由另外一个更小的东西啊
组成的，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比较支持这方面的啊，这个观念。那仙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这个物质啊，这个物质世界我们接触到的这个是不是仙呢啊，它不是仙，这就是仙的振动啊，仙的振动，这就是就像一个比如说一个啊，这个庞大的乐器，就演奏一个交响乐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交响乐它不是这些乐器啊，这个乐器这个声音来自于这些乐器啊，但是呢，这个交响乐它不是这个乐器啊。我们的物质生物质世界，今天我们看得见的这个物质世界，就像一个交响乐啊，就像一个交响乐。那它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啊，所谓的这个弦啊，所谓的弦。但是这个弦它自己不是这个世界，那是什么呢？它的振动的状态啊，它的振动的状态就是有些时候呢啊，就变成这个种子啊，有些时候呢，它就变成这个质子啊，有些时候呢，它就变成其他的。这个粒子，但是这些粒子看起来啊，看起来它就像一个点状的啊粒子，但是这是现在看见，这就是纤维晶的问题了，就不是，根本就不是啊。如果把这个点状的东西放大的话，那就是里面就发现了啊，这个很小、非常非常细微的弦的振动啊，就是这个振动就会让人产生幻觉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小提琴上的琴弦啊一拉，然后放松放开的话，那就是它的振动有些时候让我们产生啊一种这个模糊的啊这个感觉啊。那这是一种幻觉，因为这个它的速度太快了以后呢，我们看不见它的振动状态，然后就是在我们看来又是一个又是一个物体，这是实际上呢啊，它就是没有一个，就一个仙呢、仙状的状态，就一根仙啊，一位仙，但是呢，它的振动就变成了啊，这个粒子呀、质子呀，各种各样状态啊。那这样子的话，这跟我们造房子的砖头和我们用来做这个。啊，装饰的这个金刚战士啊，本质上是没有差别了，两个都是这个线的不同的这个振动啊而已，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只不过就是它的一个不同的啊振动的状态而已啊。但是在他们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呢啊，我们把它们分成很多啊，就是砖头不值钱的啊。金刚战石啊，非常值钱的黄金啊，非常值钱的石头泥巴不值钱的啊，在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呢，以我们自己的啊肉眼呢 然后就是啊，给我们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幻觉，然后这个我们的意识就跟着肉眼啊，肉眼的这种提供的这种这种错误的信息去分析啊。判断他的分析错了，他的判断也错了啊，他的判断和分析是没有根据的啊，没有根据的。所有的东西现在呢，就只有这个一个振动的状态了。实际上，这个振动的状态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这个弦它自己，那肯定是一个物质了啊。如果是这个弦啊加起来啊，然后组合。最后构成一个物质的话，那还是有一点点物质啊，还是有一点点客观物质的成分。但是呢，这些组成这个世界的这些粒子呀，所有的粒子都根本不是这个线，这是它的振动状态啊。那所以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物质，原来就这个触达的物质呢，以前就已经失去了，已经找不到了啊。那现在呢？就是连这些粒子啊，基本的粒子，大家都认为是基本粒子的，这些也就失去了，也没有，这些也是幻觉了啊。
从本质上全部就变成啊，变成这个幻觉了啊，变成幻觉。这个振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振动就是产生的一种啊，振动的状态都是一种幻觉。嗯，所以啊，这个物质现在已经就找不到了。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仙啊，那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上那讲啊，这仙肯定是啊，也是一个更小的东西啊组合的啊，这个是绝对是这样子的。嗯，然后呢，最后这个最小的更小的东西呢，最后一定会是消失的。但是呢，这个是理论啊，科学能不能试验出来，这个就是需要它的，就要看它的仪器啊，看它的仪器，他看它的研究的这些仪器，如果仪器达不到，这永远是一个理论。啊，如果仪器能够做得到的话，先是一个理论，然后呢，啊，可以实验出来啊。但是这是我们啊佛教的这个理论，它永远都是这样子，这个一直都在啊靠近啊，就是这个物理学啊，一直都在靠近，每进一步迈，他们每啊每一次迈大一步的时候呢，就往这个佛经啊，就跟佛教的这个思想进一步。啊，就是这样，每次都是这样子。现在这个啊，朝鲜的这个理论啊，那就是更接近这个佛法了。佛法就在讲这些了。那、啊、佛就是说啊，这个世界就是幻觉啊。那为什么幻觉呢？如果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客观的基础，那就是不是幻觉了。怎么是这个幻觉呢？它不是幻觉，但是它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这个。啊，基础它是我们自己的幻觉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是没有人啊不理啊，没有人不接受了啊。那这是事实啊，只有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我们的房子啊，然后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啊，这一切啊，身边的一切，那都是幻觉，都是我们自己的肉眼啊等五种感官导致的啊一个幻觉啊。那这个佛就是很早就说了，《金刚经》啊的最后说的这个一句里面呢，全部啊已经包含了啊，这个所有的有为法啊都是如梦啊，如幻，如泡。如影啊，如电啊，就是这些啊啊。为什么呢？如幻呢？为什么如梦呢？啊，为什么如跑呢？为什么如影呢？啊，那这些都是因为这是没有根据的一个啊一个幻觉，没有基础的一个幻觉，所以啊，它是这个如幻啊，它是如梦啊。现在。就是这个啊，科学也就被这个证实了、印证了。但是这个没有用，我们不修的话啊，这个现实生活啊，这些东西、这些物质呢，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还是那么这个真实啊。不修的话还是很真实，不修行的话，我们一样的会去啊执着他们的那。这个是肯定的，我们一样的去执着。我们理论上，从佛的理论也好啊，从现代的理论也好啊，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不存在的一个东西啊啊，所谓的存在，也就是只不过就是我自己的啊一种幻觉了啊。科学跟这个佛的《金刚经》啊等这个般若啊讲的，在某种程度上。就现在是完全是一致了，但是呢，这是不是完全是等同了呢？根本不是啊，根本不是。科学讲的只是一部分而已，就是外面的物质还没有讲清楚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讲的就是一个很标准的科普书上的科学家的观点啊，就是弦它自己自身是什么？那现在还没有弦，它有些时候它也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它有些时候呢。
他在这个空中啊移动啊，这个仙就会在这个空中移动啊，移动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啊跟仙与仙碰撞，碰撞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更长的这个仙啊，有些时候呢断裂就变成更短的仙啊，它自己也是一个这样变化无常的东西啊，这是但是呢佛教就是讲啊，再细微的东西也好啊，无论是这个能量也好啊，说能量也好啊，显也好，什么也好啊，这些都是物质，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这都叫做物质啊，所有的物质最后啊都是不存在的啊，都是不存在，哪怕是一个最细微最细微的东西也是不存在的啊，在这个甚笃的这个世界观当中啊，真正的啊创造者啊，第一推动力啊不是上帝啊，这个第一推动力就是我们的精神，嗯，但是呢没有像唯心主义所讲的那么肤浅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啊，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都不是啊，都不是这个物质啊，都是精神啊，就不是这么肤浅啊，在最深层次最深度的这个世界里面呢，真正的创造者就是精神啊，我们刚刚讲的说炫也好啊，炫的震动也好，那还有就是过去讲的这个能量也好，这些最细微的东西啊，它也得有一个来源呢 啊那么物质的来源呢已经到头了啊，已经到头了，没有再进一步找不到啊它的来源，这就是它的重击的来源，嗯，那么重击的来源的来源是什么呢？啊，最后就是我们的精神啊，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呢没有这个眼识啊，如果它感觉不到外在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精致的也好啊，这些都它感觉不到，它感觉不到的啊。耳朵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一切啊，最终啊，就是心在感受，内在的精神在感受，嗯，精神在感受啊，这个深层次的啊，这个世界里呢，就是精神在创造啊。但是呢，啊，表面啊，这个表面的层面来说，那物质就是物质啊，精神就是精神啊，物质它不是精神，精神也不是物质，这两个是两回事，嗯，但是呢，这个是表面层次啊，表面的现象，最表面的现象啊，最表面的现象，这两个可以分开，嗯，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这个叫做唯幻论，我上次也就在微博里面也就发了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如果一定要，比如说唯心唯物啊，比如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名字的话，那这个佛教就叫做唯幻论啊，唯幻论啊，为什么呢？我们不认为这个是这个世界是物质啊，也在这个表面的层面上呢，也不认为这个是精神啊，物质不是精神，嗯，那什么呢？就是幻觉啊，怎么是幻觉呢？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切都是这个。这一切都是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因为物质啊，最终的一个基础的物质的高速的运动产生的一种幻觉啊。那最基础的这个物质，再进一步观察，从佛教的角度观察，这也是不存在啊。那么最后就只有一个感受者啊，被感知的东西呢？都是不存在了啊，最后就只剩下一个啊，就感知，变成这个感知啊，感知者、感受者，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啊。从这样子的角度去讲的话，非常的简单啊。这个物质世界呢，从表面的层次来说是很真实的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很真实的啊。它是很真实的，我们也会一样的会执着的，嗯，但是这么一观察的时候呢，它会失踪的啊，这个
很早就已经讲过了，佛很早以前讲过啊。那最后就是什么呢？最后就是精神了啊。那这个是佛教的啊，这个观点，这些思维的方法才用得上啊。那就这个科学啊，尤其是物理啊，啊，就是啊，就进不了这个领域当中啊，没有办法研究啊，没有办法研究，所以到现在以为止都没有什么结论啊，没有什么结果。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研究这个精神的领域，就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也没有什么成就。但是现在呢啊，就在一些精神的表面的层次上啊，已经在开始研究了啊。这个研究的成果怎么样，这不好说了啊，已经在开始了。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啊，这个佛法里面讲的啊，这些理论是最有用的啊。我想全世界的这个所有的哲学里面呢啊，最能够说明啊，内心的这个真正的本质的啊，唯一的就是佛法了啊，就没有第二个。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我们要用佛法的这个啊，去佛法的这个逻辑去思考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逻辑啊，更重要的去体会了啊。但是这个体会呢，就如果讲这个体会的话，那这就是讲，不是讲中观了，这就讲啊大手印啊大圆满或者是密法这样子了啊。这个只有自己去体会，只有自己去体会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以证悟这个啊空心的话啊，那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比如说啊，我们的心腹是什么呢？心腹啊不是金钱啊，心腹不是房子啊，心腹也不是这个这个车子啊，心腹也不是金钱。心腹不是父母啊，心腹也不是亲人，也不是儿女，这些都不是心腹啊。那心腹是什么呢？心腹就是我自己的一种感受啊。这个感受呢，是我的肉体的感受呢，还是精神的感？那肯定是精神的感，肉体是没有感受的啊。如果我的这个精神啊离开了这个肉体的话，那就是人的尸体一样，他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感受了。那是这个啊，这个自己的感受，那这个自己的感受啊，刚才为什么说不是车子房子呢？因为有些人呢有车子就有这种感受了啊，有些人呢没有车子就有这种感受啊，有些人就是有钱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受，幸福的感受；有些人呢没有钱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受，有钱反而就是没有这种感受，就像密拉日巴大师啊这种人。所以心腹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内在的一种感受啊，但是这个感受来自于啊这个外界，这个是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外界啊，那多数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内心的观念啊，还有训练啊等等啊，来自于这个知识内心并不是来自于外界，这是一个。然后痛苦啊也是一样啊，痛苦呢也不是啊，痛苦也不是这个压力啊，痛苦也不是没有钱啊，痛苦也不是这一切的不顺利啊。那痛苦是什么呢？痛苦就是我自己的内在的精神上的一种感受啊。比如说我们工作不顺利啊，没有钱呐、看不起饼呐、然后就是买不起房子呀，这些都不是我的精神啊，这就是物质上的一些缺乏啊，物质生活的领域不是精神的领域。但是痛苦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导致的一种感受啊。最终真正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的一种感受啊。那这些所有的这些感受啊，这些所有的感受谁在感受呢？啊，谁在感受？就是精神啊，不是大脑啊，不是大脑，大脑是它的工具啊，大脑是它的工具啊，根本不是大脑在感受啊，大脑是它的工具而已，是在精神在这个感受。
精神在感受。那么精神是什么呢？然后就是回头去照啊。那么这一切的这个啊，就是像这个西方的宗教说第一个推动力，西方的哲学里面也讲第一个推动力就是上帝啊。那我们不承认这个不是上帝，也许我们跟他们是一个名义上的名词汇上的用词上的差别，但是这个我们先不说啊。那我们认为就是实实在在的，今天啊在这里正在啊这个这个感受痛苦的感受幸福的就是我的啊这个内在的心，那就是这个内在的心。如果没有这个内在的精神啊，那么痛苦幸福都根本就不存在了啊，根本就是不可能。然后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烦恼啊，这个虚荣心啊，嫉妒傲慢啊等等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啊，然后就是严重的嗔恨心啊，严重的贪欲心啊，这个严重的这个愚昧啊，这些毁灭性的情绪，所有都在这个精神的领域当中。然后呢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这个精神早就不存在啊，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就像一个就像我们啊在天空当中啊，没有乌云的时候抬头一看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一样。如果有一天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所有都不存在了啊，那就不需要去观察了。不需要去观察，自己去体会就完了啊。但是这个是已经很高的境界了啊。我们这是我今天也就是这是一个介绍一下讲一下这个理论而已，我讲的永远都是理论啊，但是呢这个你们可以去体会啊，去体会，每个人都可以去体会。体会到了以后呢，这时候就是啊，那物质刚才我们就已经消失了啊，就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就是精神了啊。那精神我自己回头的时候呢，它也不存在了啊。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空心啊，这叫做空啊。那这个时候呢生下来的是什么呢？那有没有什么东西生下来的呢？有啊，这是什么？这就是心的本性。心的本性是什么？就是这个佛心啊，如来藏啊，光明啊，这个自然的本质啊，还有有些时候呢啊这个叫大圆满啊，有些时候叫做大受因，这些都是它的不同的名字，都是它的不同的名字啊。这叫做实际上就是啊，是一个东西啊。比如说有些人有五六个七八个名字啊，有些人有五六个七八个身份证啊，但是呢实际上是一个人啊，就是一样的，这个他有很多的身份啊，这个有些时候叫做空心啊，有些时候叫光明，有些时候叫做佛心啊，但实际上就是心的本心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心的本心啊。这个领域当中呢，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幸福，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消失了啊，都不存在了啊。真无了也，这叫做真无，这也叫做这个成佛啊，这也就是空性。当然这个不是第一转法轮里面讲这样，这就是最后大乘佛教的这个啊这个空啊，就是这样子。希望大家啊能够有机会啊去这个感受到啊这个境界啊，这个是最重要了。但是呢这个必须要具备条件，什么条件？就是出离心和菩提心啊。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走捷径的路啊，把这些东西都放下都放弃，然后就直接去进入这个领域当中，这个境界当中，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是不可能。所以如果一步一步啊修的话，那是有可能的。这个叫做空啊，这个叫做空。这个时候呢啊，什么东西不存在了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啊，碗是存在的啊，饭是不存在了，这个里面啊，那这个时候什么东西存在了，什么东西不存在了呢？啊，痛苦不存在了啊，幸福也不存在了啊。
包括这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都消失了，都不存在啊，唯一剩下来的是什么？就是心的本心啊。那心的本心是什么呢？心的本心就是禅宗里面讲的不可说不可言，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证悟的人他知道这个是什么啊，但是呢语言啊比较不容易说出来啊。所以啊，这是最高的境界了，这个就是禅的这个最高的境界啊。这个是在什么科学呀哲学呀永远都没有办法啊这个进入这种啊这种领域啊，永远都没有办法进入这种领域。所以有些科学家用科学的身份啊说这个物理学进入了这个禅的境界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可以理解为刚才讲的这些空心呢、啊、这个单空啊也是一个空心的一部分，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可以这么说，但是呢这些都就是还不佛跟这个佛教的真正的这个禅的境界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五力的一部分的这个空心还差得很远很远啊，差得相当的远。所以这个最终的这个心的本性只有佛法才能够讲得清楚啊，除了佛法以外没人讲清楚啊。那我们要去修这个，要去体会这个境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哦，有些不了解的人就是会说啊，人生的目标怎么可能是什么也没有的东西呢？但是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啊，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如果我们真悟了一无所有的东西那就是一切都有了。一切都有了。如果我们就是追求一切的话，那就是最后一无所有，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也许很多人这一生当中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那就是非常好了啊。但是这个能不能达到，这个完全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啊，完全是可以自己掌控。不修心，不修出离心，不修菩提心啊，不修这些无家心外家心，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永远都没有办法的，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了啊。如果有修心努力的话那这是非常有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可以追求这个是根本没有办法用时间的金钱地位来衡量啊，这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用这些东西来比喻的。所以这个证悟了我们这一生当中呢就没有白活了然后就找到了这个人生的目标了。从此以后呢，在这个世界上再怎么样不顺永远都不可能有不想活的这种想法了永远都不会有这个为什么要活呀这种疑问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那这个叫做空那这个时候剩下来的就是这个光明如来藏剩下来的是如来藏空的不存在的是什么呢？不存在的都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不开心的事情痛苦，还有游楼的快乐游楼的快乐我们虽然在追求，但是呢实际上游楼的快乐也不值得这个追求所以这也不存在了，这一切都这个时候就不存在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真悟了这个境界的话，那我们现在虽然是讲的是空，但是呢这个后面有一个无我这个无我其实也已经在这个里面呢已经包含了无我也已经包含了。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呢？所有的有漏的这个有心有色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这个这些不清净的现象都空了，都不存在了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真悟的这个境界这个叫做如来藏，这个是存在的存在和不存在
要这个分开啊，这个中间要这个要这个划清这个界限啊，这个是第三转法轮的这个意义，第三转法轮的最重的这个内容啊。存在的是什么？佛就说啊，存在的东西呢要说是存在的啊，不存在的东西呢要承认是不存在的啊，存在和不存在不能混为一谈啊，不能说一切都不存在，不能说一切都存在，不能说，如果说一切都存在，这就是世间的根本没有真悟，根本没有学佛的人的观念。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存在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无论是清净的、不清净的、痛苦的啊、幸福都是存在，这是世间人的这个观念。然后一切都是不存在，这是第二转法轮的观念啊。第二转法轮当中呢，没有什么存在不存在的这个界限，一切都打破了啊，一切都打破，所有东西打破。但是呢，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然后把这些观念呢重新理顺啊，然后呢，一转法轮当中呢降了这个四圣谛啊，就成立了很多东西，承认了很多东西。二转法轮当中呢，把所有东西都推翻了啊，然后第三转法轮的时候，把这个界限划清楚啊，不存在的东西呢，就是这些游漏的现象啊，这是不存在了啊。那存在的东西呢，是什么呢？这个心的本质是存在的啊，心的本质是存在。那但是这个存在呢，我们在这个就是三转法轮的时候，虽然是这么这个分，但是呢，这个它的存在的心识是什么呢？它也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能够想象出来的这个心识啊，它不是在我们想象当中的任何一个心识啊。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存在的心识是什么？就是这些现实生活当中的存在与不存在的其中这个存在的方式但是是存在的，但是存在的方式或者是存在的心识是跟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存在是不一样那这个我们证悟的时候呢才知道这个一旦证悟了以后呢，然后立即这个里面呢，人无我呀，法无我呀，什么所有的这个宪宗里面讲的这个16个空心呢，14个空心呢，4种空心呢，18种空心呢，20种空心，所有的空心在这个里面都已经包含了已经包含了。如果证悟了，然后呢能够坚持的话，那就是所有的烦恼都在这个当中会消失的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就在这个当中消失的。如果证悟的人来说他虽然是不打坐的时候呢遇到了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比较心里就比较这个不开心但是呢一修这个法，一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所有不开心的东西呢在这个当中呢，就像我们做一个噩梦的时候正在做一个非常恐怖的噩梦的时候立即醒过来一样这时候呢一进入这状态，它不存在什么东西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要焦虑的东西，没有什么有压力的东西，所有的压力、焦虑、抑郁，这都在这个当中呢已经不存在了，找不到了这就是最好的这个心理疾病的这个药物这是非常重要了这个就是也叫做证悟，不但是精神上的一些疾病呢，从无始以来的这些这个最严重的疾病就是贪嗔痴，也在这个境界当中它也消失了，他们也站不住脚了另外还有这个所有就是这个煽动这些毁灭性的情绪和这个负面情绪的最关键最关键的我执，他在这个境界当中也站不住脚了，全都消失了在当中这才是真正的心腹但是呢，因为发了菩提心，修慈悲心，它的原理然后呢就是
在这样子的境界当中啊，利益众生的这些事业呢啊，就是人云自成啊，利益众生的这些事业都是不需要去思考啊，其实也没有思维了啊，也不需要去思考，也不需要去这个策划，都不需要了啊。只要众生的根基已成熟的时候呢，因为过去的原理立即就会显现佛的化身，就像显现出一个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佛出来度化众生啊，这就是比较高的境界了啊。这些都是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也不是没有可能啊，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只我们自己不去努力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叫做空心啊，这就是空啊，这个就是空，这叫做这个啊，这是大乘佛教的空啊。小乘佛教的呢，我们刚才讲的什么是空，什么是不空呢啊，十二处十八劫不空啊。然后什么是空呢，我啊，我所知啊啊，这些是空啊，常住不灭的空，不存在一个常住不灭的东西，一切都是无常的啊。然后呢，清净的、漂亮的、美丽的、完美的东西，不存在空啊，这是空的。为什么呢？这些啊，这些微尘啊，或者是这些这个粒子上面呢，没有常住的啊，它们的寿命都是非常非常短的。没有这个啊，清净的、完美的、漂亮的都不存在，这些不存在啊。但是呢，这个粒子存在，这个是小乘佛教，它的存在和不存在，它的空与不空就是这样子啊。那大乘佛教的空和不空，刚才我们讲的那样子，还有密法的这个空与不空呢，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层面来说啊，就是不存在的啊东西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不清净的啊世界啊。不清净的众生啊，这些呢不存在了，这是空啊。什么是不空呢？清净的佛的啊坛称啊，清净的佛的坛称不空是存在的，都是存在的，这是最表面了啊。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啊，密宗的圣义地，这是密宗的实数地啊，这个我们以前讲过。那密宗的圣义地再进一步讲的话，那空和不空什么呢啊，刚刚说的这个不但是不清净的这些啊世界不存在，而且清净的这个世界啊也不存在，也是一种如来藏啊，也是一种这个如来藏光明的一个这个啊能量啊，出来的时候呢，宝神佛啊菩萨所看到，菩萨啊，看到菩萨能够看到的一种啊这样子的外境的一个佛的现象，实际上在内在佛的自心当中呢，哦，这个也是不存在的，这个是空啊。那什么是不空呢？最后佛的法身不空啊，佛的法身不空，宝身和这个化身啊都是空，宝或这个法身啊是。啊，不空，如来藏啊，不空。但是这个不空，我们不能理解啊，不能理解于第二转法轮当中就啊被推翻的这个不空啊。如果这两个啊混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佛的这个逻辑是非常相当的混乱了。就第二转法轮的时候说一切都空了，一切都不存在；三转法轮的时候又回头又说又有一个不空的东西。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逻辑，这个思路很混乱。实际上，这个不是这个时候的空的，这个时候的不空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光明的现象啊。但是呢，光明它本身也是啊空心的啊，这就是最透彻的理解了，最究竟的这个啊理解啊，空和不空就是这样子啊，这个要去修。不修的话，那再讲什么都没有用了啊！我想讲什么大圆满呐、彻觉呀，这些里面讲的也不就是这些吗？啊，还有就像六祖坛经呢，啊，这么高深的法，也不是在讲这些吗？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吗？没有了啊！
刘祖慧能大师他自己证悟，也就是金刚经讲金刚经的时候证悟了，那么金刚经里面讲的也就是这些呀，都是这些了啊。如果自己不修心的话，那就听再高深的法啊，就是讲这些了，不会有什么更多的内容了啊，就是这些。如果证悟的话啊，那就是前清的啊，不是证悟的话，不是就是修心啊，按照这个顺序去修心的话啊，那就是就知道这些，感受到这些以后呢，然后立即就证悟了啊，所以他不需要这些逻辑啊，不需要这些理论啊，不需要理论，非常清楚的体会到了，感觉到了，为什么还要逻辑呢？啊，为什么还要理论呢？啊，理论和逻辑，当我们啊一个事情自己还没有亲自体会到的时候，才用得上这个理论啊。理论就是往往就是用在比较硬币的这个东西上面啊，去证实它的存在或者它的真实性啊。不是硬币的显前的东西，比如说啊，我们放在前面的东西，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呢，然后就是没有必要去用理论来证明啊，这个是，比如说啊，我前面的东西是个红色的，我眼睛可以看得见啊，那这个时候呢，没有必要用逻辑理论去证明啊，这个是红色，这个是愚蠢的做法，不需要了，这个已经很清楚的体会到了，为什么还要用这个逻辑呢？啊，不需要了。但是呢，还没有这样子的体会的时候啊，这个逻辑是非常有用的啊，那就是通过这个逻辑啊，通过思维，最后就要达到没有思维的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就是不空的东西了，那这是不空的东西了，在这个境界当中啊，所有的其他的有漏的法都空了，这叫做这中观踏空啊，这也叫中观踏空，就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就讲中观踏空，讲的最透彻的就是觉囊派，讲的非常好啊，然后这就是中观踏空，实际上啊，这个踏空啊、自空啊，都是一个意思。啊，都是一个意思。在密宗里面呢，这些所有的自空他空都啊就融入一体了，就圆融了啊。在密法里面呢，这些都圆融了。要去体会的问题不是自他的问题，这个时候呢要去感受，感受到了呢，这个也可以叫做自空，也可以叫做他空，都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证悟的话，那就是这个说自空也不对的啊，说他空这个语言啊，永远都是不是很不会很准确的，没有办法准确的表达啊，证悟了一切都解决了啊，这个叫做空，这是我们这次讲的这个是生敌的第三项啊，苦敌的第三项空啊，今天就讲到这里。Sonum de Yitam Jazubani, Domini Pitam, Baji, Kirgana Jivalon Jabba, Tibin Zolin Dova Dovajo, Homa Ahom Banzeranger, Pamasa, Homa Ahom Banzeranger, Pamasa.Om Bhadra Guru Bhama Sada